我每一次有新片上片，在台湾都非常辛苦，因为我要自己卖票。如果我没有卖票的话，没有卖一万张预售票的话，我可能电影就没有机会在戏院里面上片，可以上到两个礼拜，让我的观众有机会可以进去看我的每一部创作。但是我现在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了，身体也不是太好，可能没有那么没有再像以前那么有力气的在一张一张的卖我的票，所以我非常希望喜欢我的电影的朋友能够帮我的忙，来帮我播种。我总觉得卖票好像在播种一样，我希望能够征求100个甚至更多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已经是社会人士，如果你喜欢我的电影，或者觉得我的电影很重要，在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话，需要被更多人看到的话，我希望你来做我的播种的先锋队。有一个誓师大会，希望你们来参加，可以先报名。那一天我们的聚会，我打算煮一些我的拿手菜给大家吃。如果来100个人，我就要做100个人吃的食物，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电影有更多的机会面向创作的可能吧，所以电影进美术馆也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愿意的话来帮我卖票，10张也可以，20张也可以，我都非常感谢。来参加誓师大会吧。